我知晓素庆是当年拍开修道之门，因单买金钩一座进入龙都的人。正是，如今将要进入圣城暗门，绝对不能落入敌人的手中。宦官陆无定只在意梁家在素还真心中的地位为何？秦家先是素还真同乡的朋友，而素庆不过是食尸妖蛮地界的在地人之一。梁家在素还真心中的地位，自然是天壤之别。今日素还真愿意将重要的秦家先留在修道院，一旦表示出极大的诚意，会让基路台解退。所以陆无定就算被抢走了一个人，亦是本心所获。素还真处理这件事的手法，不然看出此人不止情愿明书，也暗示人性，这种角色最难应付。